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嘉义高峰妇联社热心公益十二月三十一号将举办嘉义地区同性大的关怀活动，并在圣诞节前夕借由着圣诞气氛的灵气，前往的文化夜市来大宣传，呼吁民众踊跃加入着关怀的行列。天气冷飕飕，但是呼吁闭起窗户关怀的情绪无减少。由嘉义高峰妇联社社长周忠炎所率领的社团，穿着圣诞服装，热情伫咧文化路夜市，一边分糖啊礼物，一边呼吁着捐血一代代，善心一代代，邀请民众大方来关怀。血一代救民，一代人的命。10月31号，在我们的灯会广场举办一个捐血的活动，捐血喝牛奶。捐血送温暖的这个活动，敬请大家呢踊跃来参与，敬请大家踊跃来参与。关怀救人就是要找你，关怀就是爱。圣诞老人是你一个救人心愿。高峰妇联社将延续去年关怀救人的善行奇迹，在经过百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号，号召该地区民众热烈捐出热血，将爱传递到新的一年，协助在年节需要用血的人渡过难关。啊，今日提早来伫这个文化路采街吼，啊，重点就是要呼吁咱嘉义县市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来响应，因为今年寒冬到啊吼，啊，这个欠费也较济，啊，我伫遮啊，大家啊捡起袖子啊来献出爱心，来达即届活动吼，阮伫迄个旧定位啊。民族路甲新兴路口，啊，欢迎12月30日踊跃来参加这个活动，谢谢。经过百年关怀救人，再创高峰，为感谢关怀人共享盛举，高峰妇联社将提供着赠送白米、老爷鲜牛奶，还有抽奖券来抽液晶电视大奖。关怀中社将出动着5台关怀车来方便关怀人来使用。新闻蔡明东加记者采访报道。